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大制度论，我们依据福严佛学院前院长和后观法师的讲义，那么第一册的第41页，因为前面讲到说这个第二大的是因为欲令法正法久住而做了什么结集三藏，对不对？那么由大迦摄来召集阿罗汉结集圣典，那所以呢可以对照着我们的课办表第十页有没有进入第二个小的二了了哈，是举什么法集法经广说结集的经过，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很多啊，有13项其实都是在讲什么结集的经过，前面是讲大迦摄召集阿罗汉来结集圣典，对不对？然后他结集的经过所以这个读起来就像读佛教思想史一样那么是举什么集法经所以这里说如集法经中呢广说那分了13个部分所以这段也很长，但是比较容易读是因为但是也有难的部分我们就做了这个讲义来做一些分类那第41页佛入涅槃世间掩灭有没有说佛入涅槃时因为前面在讲佛将入涅槃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佛入涅槃已经这个佛入涅槃的时候大地六种震动第六种动那么诸河反流疾风爆发黑云四起，这是不是人间的大事情啊因为世间湮灭嘛那而且还这个恶雷彻电啊袍雨骤动处处星流可以想象佛陀的入灭对世间来讲是多么大的损失然后狮子恶兽啸吼唤呼连这些野兽都感同身受了而且呢诸天世人皆大嚎啕，是不是嚎啕大哭就是感受到悲 那份的悲切那诸天人等呢皆发誓言呢都讲这样的话说佛取涅槃亦何及哉世间湮灭佛怎么这么快就入灭了呢好像这么一转眼因为佛陀其实在世弘法是不是45年啊好像转眼即逝嘛就没了那佛陀如同世间的眼让我们世间人是不是可以看得更清楚啊不只能够看懂世间还可以超越世间对不对理解生死如何的流转是不是也可以去超越生死的流转呢那是一种解脱解脱道那当然在当时候菩萨道不是非就是说菩萨道非主流是不是以声闻法为主流啊以解脱为主好那所以呢世间掩灭啊所以在当时候当世世间的一切草木药树华叶呢一时破裂这些树叶也都掉落然后诸须弥山王呢尽皆轻摇会觉得真的大地那个须弥山都好像在摇动海水波扬地大震动山崖剥落诸树摧折四面烟起甚大可畏并且呢这个破这个坡池和江河呢尽皆尽皆这个饶浊这个都是一些意象等于是
这个世间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哈，彗星昼出啊，本来彗星应该是夜哈，在黑夜当中，竟然也昼出了哈，诸人啼哭，诸天忧愁，诸天女等呢啊，都浴衣哽咽。这个浴衣呢，就是在讲抑郁啊，不舒。哦，都非常的哀愁啊，而且哽咽，涕泪交流啊，啊，那诸学人等默然不乐啊，这个跟着佛陀学习的还没有正果之前的人啊，那么默然不乐，诸无学人念有为诸法一切无常，无学人就是属于什么？这个证了阿罗汉者，对不对？有学到什么？无学。哦，在无学之前是不是都叫做有学啊？哦，那如果证了阿罗汉果呢，那么他们就会很清楚明白，哦，说所有一切这个诸法的呀，一切无常啊，哦，等于验证了无常，哦，那如是天人夜叉罗刹钱达婆啊，真陀罗摩诃罗伽等诸龙等啊，皆大忧愁啊，所以这都属于世间的啊，尚未出离世间法的人，都非常的怎样忧愁啊。所以诸阿罗汉呢，就度，因为诸阿罗汉已经度了老病死海啊，无学人嘛，对不对？他们是可以脱离生死轮回者，他们就心里这么想说。凡以度凡夫恩爱河啊，老病死却呢已裂破啊，见身切中四大舍，今入无余灭涅槃呢 啊，也就是这些阿罗汉们啊，都会想说，他们都想要怎样入无余涅槃，想要脱离生死了啊，因为他们以度凡夫恩爱河。我们因为是凡夫，一直在恩爱河里头流转，是不是就生死轮回不已啊？啊，那我们一直在什么持的都是生老病死的那个票券一样啊？那他们这个票券已经怎样没用了？他们不用再来轮回生死啊，所以他见到他的那个啊，验证了他这个所谓的生，就像一个小盒子里面有四大舍，是不是四大假合啊？四大离散。哦，他确实去验证到啊，所以今入无余灭涅槃啊，哦，他们都想要自取涅槃了啊，哦，所以这是佛入灭世间演灭的一些现象啊，哦。那第二个部分呢，诸大奥罗汉呢就随佛波涅槃而入灭了，随着佛陀啊，哦，所以诸大奥罗汉就各个随意于诸山林流泉溪谷。处处舍身而波涅槃，啊，不过这是一种小涅槃，是不是个人的小涅槃啊？啊，他们也要等于跳出生死轮回啊，因为他们这个灭后而不再生，他们可以有能力哦，灭后不再生。四果阿罗汉啊，四果阿罗汉他们就灭后而不再生，所以处处舍身而怎样而波涅槃。那是一种圆满的极灭，真正的圆满极灭啊！啊，还有呢，更有诸阿罗汉呢，于虚空中飞腾而去，啊，也入灭去了。那就譬如燕王现种种神力，啊，就像那个燕子那种燕王，他现出种种神力呢，令众人心性清净，然后波涅槃呢。哦，因为这阿罗汉就像那个燕王，燕王是不是带着飞燕一起飞啊？哦，希望能够出离生死苦海嘛。他们这个时候啊，这个他们能出离，就因为他们怎样，这个心性清净嘛。哦，他的确实能验证给人家，哦，给众生看。哦，所以他呢，波涅槃了。哦，因为他能够灭后不再生，叫做涅槃呢。那六欲天乃至于遍净天等，哦，这些天界的众生也见到阿罗汉皆取灭度啊，哦，看到他们都这个
这个波涅盘嘛，哈，所以各心念言，佛日寂寞，啊，因为佛陀已经，好，佛陀本来像个太阳光一样非常明亮，这个时候这个佛日已经怎样沉下来了，所以种种禅定解脱智慧弟子光亦灭，好的，因为佛日充满了光明，那这些佛弟子的那个光是不是也就消失了？哦，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弟子仙，哦，那个佛弟子也有在佛陀涅槃之前就自己先涅槃，哦，就像舍利佛跟目犍连是双贤弟子，但是仙佛入灭，哦，他们比较早，哦，世诸众生呢有种种，哦，淫怒痴病，啊，因为我们充满了贪嗔痴嘛，哦，所以世法药师辈呢，荆棘灭度啊！啊，本来我们有这些毛病，是不是都还有医师来为我们治理？但是现在是不是也没了？啊，也没有了。那谁当治者？啊，谁能够当医生来治我们这些凡夫的这些毛病、贪嗔痴的毛病？啊，无量智慧大海当中，啊，生了弟子的莲花，但是呢，今已干枯了，哈，法树摧折，法云散灭，哈，那大智相王济世了，那相子亦随去。佛陀是不是像大智相王啊？哎，因为他这个啊，要这个过世嘛，所以这相子是不是啊？这些相的孩子是不是也跟着大相一起走？啊，法商人过去呢，从谁求法宝？因为过去很多的啊，在早期那些商人都是入海去取宝，哎，啊，那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他们这个也是等于在讲我们啊，其实也没有宝可以取了啦，啊，那么就如同寄送里面讲说，佛已永极入涅槃了，啊，已经这个永远的极灭了，啊，那诸灭劫众呢亦过去。啊，因为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极灭啊，来这个哈，啊，等于说这种种的事情好像都成为过去，世界呢就如是的空无智啊，痴明遂增啊，智灯灭，这是不是非常悲观的看待这一切啊？啊，好像一切都没有希望了。所以呢，很多的这些，尤其他们这些阿罗汉，他可以啊，哦，了脱生死的，那他们就也跟着佛陀去了，哦，好，那这是因为这些大阿罗汉啊，哦，都随佛波涅槃而入灭去了，啊，哦，那第三个部分呢，就诸天劝请大迦舍要结集佛陀的法教，哦，所以这个时候诸天呢，就再来顶礼摩诃迦舍的脚，啊，大迦舍，那么跟大迦舍用寄送的方式来说祈念欲慧慢已除啊，因为您是老人家，啊，修行很久了，啊，这个欲慧慢也是跟贪嗔痴有关，都是根本的烦恼，啊，这些也都除了嘛，啊，那么他的形象就如同譬如什么紫金柱，非常的庄严，啊，那上下端严妙无比，啊，目明清净如莲花，请大迦舍尊者，啊，能够为众生，啊，来做一点事情，啊，因为他赞叹大迦舍，哦，所以就对大迦舍说：“大德迦舍啊，人之啊，仁者之否啊，啊，您知道吗？整个法船欲破，法城欲颓啊，法海欲竭，法床欲倒，法灯欲灭啊，说法人欲去，行道人渐少啊，恶人力转胜啊，啊，这个属于善的部分是不是逐渐消失？”殆尽了，所以恶人的那个力量是不是会变大，哦，那么当以大慈建立佛法，哦，希望他能够发大慈悲心来为众生建立什么佛法，哦，这是诸天来祈请大迦舍，哦，
所以第四个部分呢，大迦摄就默然受请来召集慎众，结集三藏啊。所以这个时候大迦摄呢，心如大海啊，沉静不动啊。啊，因为大迦摄也是四果的罗汉以上了，对不对？所以他心其实是非常沉静的啊。那么如如不动，他受到诸天的祈请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才回答说：“汝等善说啊。”哦，实如所言，世间不久，无智盲明啊！啊，确实，在世间来讲的话，因为佛陀的入灭，那个光明是不是就逐渐会消失啊？那如何让佛陀的这份智慧光明啊，慈悲的温暖，那么能够长存于世啊？那么是不是就要靠大迦摄啊，来设法？所以呢，大迦摄就默然受请。受请做什么呢？就是以大慈来建立什么佛法，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诸天就离大迦摄的足忽然不现了，就各自还去啊，就各自都退去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么大迦摄就思维我今云何始是三阿僧祇劫难得佛法而得久住？他要如何的设法让佛陀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在法，因为要认知佛法、实践佛法，乃至去验证佛法到尽虚空界的圆满呢的佛法，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佛法，得以怎样久住于世所以呢，如是思维完毕之后，他就讲说：“哦，我知道世法可使长住久住了那么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这个法能够得以能够长久的存在这个世间。那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怎样结集修陀路，就是经典，阿毗昙就是论典，毗尼就是什么律典，经律论三藏，做三法藏做三法藏，如是佛法可得久住。不止他的目前当前的现象得以久住，还有未来世的人也可得怎样受行，可以受益乃至依之而来行持实践为什么呢？所以者何？因为佛世是勤苦慈悯众生的缘故那么学得世法为人演说因为佛陀他就是透过生生世世不断的非常的精进在用功修行那么是依着法来修行的智慧，那么来慈悲众生嘛那如果我们能够学得世法，那么来为人演说，是不是也等于希望能够造就更多的人也能够如是的来学习跟效法所以我朝亦应承用佛教宣扬开化那么我等啊，我朝也就是我等嘛那么能够承用佛教，因为佛陀还是留下了佛陀的这个佛陀的教化所以可以宣扬开化所以呢，这个时候大迦摄就赶紧就说完这些话以后呢，他就到这个须弥山的顶上面那么抓童追剑呢，剑掷也等于是敲锣打鼓，就是用各种的器皿，让他声音能够让各方听到那听到什么呢？由他来宣说这个偈他说。佛诸佛子因为他是大弟子嘛由他来宣说说佛陀的所有的诸弟子们若念于佛当报佛恩如果我们真的说念在佛的这样子累劫宿世的这个累的那种修行圆满的佛圆满了佛道所宣说的佛法那么可以这个滋润众生，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报佛恩那如何报佛恩？就是莫入涅槃，因为当时是不是很多的大阿罗汉都要入涅槃去了
哦，他赶紧、哦、呼吁不要为自己而怎样就入涅槃、哦、那么透过这样子的见智的声音，还有大迦摄的那个宣说的声音呢、哦、遍至三千大千世界皆悉闻之、哦、都听闻到、哦、诸有弟子得神力者皆来集会哦、都希望他们来集会到哪里，到大迦摄的这个地方、哦、那这个时候大迦摄就告诉这些所有与会的众生说，佛法欲灭、哦、那佛陀就是从三大欧僧祇劫的种种勤苦、哦、的这种修行而圆满的嘛、哦、他佛陀慈悯众生学得是法哦、所以我们才有这些佛弟子，是不是才有机会去学佛陀的所教导的佛法、哦、那佛陀佛波涅槃、哦、已经佛波涅槃了，那么诸弟子知法持法诵法者、哦、也等于说比较懂的人、哦、能够知法还能够持着法、哦、受持着佛法乃至诵法者呢，那么皆亦随佛灭度啊、哦、也等于说这些大欧罗汉是不是他们都属于知法持法诵法者呢、哦、确实他们都想要波涅槃，跟着佛陀入灭去、哦、那但是呢佛法经、哦、现在都已经快要没了，未来的众生是不是就很可怜了、哦、失了什么智慧眼、哦、愚痴盲明啊，那佛又是这么大慈悲的悯伤众生、哦、我朝应当承用佛法、哦、须待结集、哦、经藏尽、啊、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先不要那么快就去涅槃，对不对？入灭应该要怎样能够结集、哦、结集这个三藏、哦啊、三藏八戒三藏结集完毕啊，你们要入灭再随你们去入灭吧、哦、总是能够把知法持法诵法者所理解的这些法是不是能够留存下来啊、哦、能够留存下来、哦、好，所以这个是由大迦摄、哦、因为受到诸天的祈请，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大迦摄呢就选择千人来进行什么结集哦、所以诸来众会呢接受教助、啊哦、有 很多的这些欧罗汉呢也愿意、哦、也想想也有道理、啊、所以他们就、哦、愿意集合、哦、结集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大迦摄就选择千人、哦、还有一个说法是五百人、哦、那这里用千人、哦、因为第一次结集是五百结集、哦，当然这里讲的是千人、哦、没有关系，就是反正就是非常大群的人、哦、那除了善阿难皆尽皆阿罗汉得六神通、啊、除了阿难以外 哦那其实都是阿罗汉，因为不能请这个、哦、未达阿罗汉者来结集、哦、因为这些阿罗汉都得到六神通得共解脱、啊，因为他们都是有解脱的能力、哦、无碍于解脱悉得三明、啊、都是正得三明六通 的这些大修行人，而且他们禅定自在、哦、所以能够逆顺行诸三昧、哦、行诸三昧也就是在禅定上面 也都非常的自在无碍的、哦、而且诵读三藏之内外经书啊，哦、不只知道的是内部以、佛教里头面的里头的三藏之外，还知道外面的、哦、因为在当时候、婆罗门教是很大众的、哦、那婆罗门教里头是不是有、哦、我们说叫外道，是佛教之外称为外道，他们是不是有十八种大经啊、哦、在第二十五页、哦、在第二十五页前面也提到下面注脚一四一有没有？印度外道有十八种经书、哦、也就是四吠陀六论跟八论合起来是不是就是十八种、哦、十八种、哦、
所以他们大概就是以这十八种大经尽意读之、哦、回到第四十三页、哦、也等于他们要里外都通透的，那是不是也是有时候也才有能力跟外道来辨别、哦、那皆能论义来降服什么义学、哦、因为降服 外道、哦哦、那龙树菩萨也设问说这个时候、哦、如果有如是等无数的阿罗汉，那和既然阿罗汉那么多，为什么只有正取千人而不多取一些呢、哦、那龙树菩萨也自答说，那因为频婆沙罗王得到啊，四万八万四千官属呢，那一个得到啊，因为频婆沙罗王是不是 也是佛弟子啊？啊，那并且他也带着这些官属一起都来学佛，所以这个时候呢，王教敕宫中啊，常设饭食。啊，正道者很多，但是。哦、要等于是要做结集的时候是不是要设饭食啊、哦、那这个就有限了、哦、这个总是现实生活也不能 不处理、哦、要汇集这么多人，那有吃有住的问题吗、哦、要供养前人啊、哦、常设饭食来供养前人、哦、尤其是阿舍世王他不断施法，因为频婆沙罗王跟阿舍世王，那频婆沙罗王当王，是个国王的时候，阿舍世王是个什么王子，啊、那当时候提婆达多，啊，这个名利熏心呢、啊，啊，这个想要做新佛，哎，所以他跟佛陀所众，在佛陀入灭之前，啊，那个提婆达多跟佛陀所众啊。哦、说你老了，你这些僧团由我来带，佛陀就说不是我在带啊，是什么，是法在摄僧，不是我在摄僧，既然不是我，我又如何把僧团交给你啊，这是不是就是拒绝，一方面也是确实 如此，因为佛陀从来不是为他自己嘛，是因为法的关系，是不是那个、哦、僧团才聚集在一起、哦、所以提婆达多就心里很不高兴，就去找这个频婆沙罗王的儿子，哎，就去怂恿他说：“你做新王，我做新佛，我们共同联手起来，世间法跟出世法，我们一起联手。哎”哎啊，你如何当新王啊？就是要把频婆沙罗王怎样给他饿死，对不对？啊、哦，所以他就把他关起来，有没有？这个就是《观无量寿经》的一个缘起嘛。哎，哦，结果那因为频婆沙罗王他本身学佛，所以他其实在被关的这个过程中，他没有那么痛苦跟难过，是因为有佛法。哦，那但是在实际上，因为他没得吃，那个本来皇后还偷偷的偷渡一些哦那个什么蜜啊蜜食给他，所以一直饿不死。等到这个王子发现的时候，连他妈妈他都要把他关啊、等于拒绝让他妈妈再去看他的爸爸，对不对？哦，所以他真的就饿死了。哦，那其实后来好像他的这个父王过世的时候，正好是他生了小，等于他生了频婆沙罗王的小孙子的时候啊，阿舍世王自己也变父亲。哦，他那个时候感受到那个当父亲的可贵，所以他其实有悔意啊，哦、尤其齐婆当时候还去劝导他，哦，那他当然非常的后悔，哦，那后来齐婆就跟他讲，你可以将功折罪，就是因为要做第一次的结集，需要什么？要有国王的护持嘛，哈、哦，你来护持，哦，那个这个等于护持。这个第一次结集是由阿舍世王，所以这里就讲阿舍世王不断施法、哦、他还是能够护持佛法了、哦、虽然他做了这个真的是忤逆大罪呢、哦、是很严重的、哦、是非常严重，不过他总是还懂得悔改，他愿意、哦、来护持这个第一次结集的这些、哦、食宿的问题、哦、那这是真的是要国王的力量、
哦，所以不是说能够选很多很多无限的多，其实还是有现实问题必须要解决嘛，哈，所以就选了千人了，好，那这个时候大迦摄呢，就也思维着说，若我等常起时，那么当有外道强来问难，哈，那废缺法事，那么金王摄城呢，常设饭食来供给千人，事中可节，可助节及经藏啊，哈。总说就是因为需要什么，需要国王来护持，也要有空间，也要有时间，还要有饭食，种种嘛。啊，以是故呢，选取千人不得多取，已经取很多了啦，是不是 也已经不少了？哦，好，那这个时候大迦摄呢，跟着一千人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在王舍城的这个奇奢瘸山当中，也就是灵鹫山哈，那么就告诉这个二舍世王说，给我等食啊，日日送来啊，因为过去他们是都要日日出去托钵，这个是为了要节集啊，没有时间出去托钵，所以要每天每天要送饭食到这里来啊，今我草等节集进藏，不得他行，就不出门了哦，就需要有国王的护持了嘛，哈。好，那接下来呢，大迦摄就用他的天眼观察，唯有什么阿难劫始未尽呢，然后也等于还没证到什么阿罗汉，哦，所以这当中世中下安居的三个月，哦，那么在初一十五说戒的时候，哦，因为都是半月半月送啊，哦，劫这个集合和僧啊，大迦摄入禅定，就用他的天眼去观，说啊，今世众中啊，他选了千人里头，还有谁的烦恼未尽呢？那么就必须要把他逐出这个范围。结果一观，只有阿难一个人，阿难一人不尽，其他的999人诸漏已尽啊，清净无垢。所以大迦摄从禅定起来的时候，在大众中就用手牵着阿难，请他出去了。就告诉他说，今清净众中结集经藏啊，如结未尽呢，不应住此。要住在，要大家一起结集呢，都必须是清净的阿罗汉。那这个时候阿难呢，就惭愧又很羞耻，又非常的悲戚的在那边流眼泪啊。他就自己念着说，我25年随侍世尊，他是不是伺候佛陀25年？哎，从佛陀55岁到什么80岁。那供给左右啊，未曾得如是苦恼啊。佛时大德呢，慈悲含忍，因为他一直都没有证阿罗汉果，那佛陀实在是一位大德，因为他非常的慈悲，也不因为他没证阿罗汉，所以不让他在身边哦。好，那所以呢，他起了这个念头以后呢，就跟大迦摄讲，他说，我能有力啊，久可得到，但诸佛法阿罗汉者呢，不得攻击左右使令啊，以是故我留残劫不断，不尽断耳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是应该有能力去怎样能够证阿罗汉，但是在诸佛法中呢，正果的阿罗汉是不能去当侍者，他为了当侍者而不证阿罗汉，真的是也很了不起。所以以是故我留残劫不尽断耳。所以导师在这个注脚第43有没有阿难留智学地之因呢，一个是慧多定少，就慧比较强，定比较弱，真的要断的话是要具解脱。当然慧也可以解脱，但是那个还不够，还不够稳固，所以他慧多定少的缘故，所以他没有证什么四果阿罗汉。第二个呢，贪功世尊故，
也就等于他为了能够去伺候世尊，因为他一旦证了阿罗汉是不能去当侍者的，当然用个贪了哈，毕竟他是还没证阿罗汉呢，难免还是等于是觉得说，哎，能够留在佛陀身边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他没有证，他没有证到这个阿罗汉果，还有呢，这个大迦摄也举阿难有六种毒吉罗的罪，那这个毒吉罗，因为这个毒吉罗也就是在讲七句毗尼啊，在这个戒律里面有七种，有七种罪行，第一种呢叫婆罗夷啊，婆罗夷。七句，第一个叫做婆罗夷，第一个婆罗夷是最重的，是断头的。第二个叫僧伽婆施沙，叫做僧残。这是第二类的，断头就等于说你不具有 僧人的资格，哎，要断头。第一个是最严重的，这个杀盗淫妄，哎，断头。到僧伽婆施沙就是第二个，没有这么重，但是呢，在僧格上呢是不健全的，叫僧残，第三个叫做偷遮拦，前面我们也曾经讲过，它是大障善道，它会障善道的。第四个叫做波异提，比丘比丘尼戒都是从这个，这里有多少戒，这里有多少戒，这里有多少戒，这样合起来的，哎，它是一种堕。会堕，向下堕落的，第五种呢叫做波罗提提舍尼，这些都很怪，是因为翻它的音过来，翻译它的音呢，提舍尼，如果犯这个的话，要向彼悔，等于是对不起对方的，要忏悔的。第六种叫毒吉罗，第六种，这个叫做恶作。第七，恶说。待会儿可以看到，大迦摄其实在讲阿难的种种罪都是属于毒吉罗，是阿难的恶作，不是那么严重的了哈，他会有轻重，会有轻重哈，在尤其在这个比丘比丘尼戒，比丘有250戒，比丘尼348戒，其实都是这样子去合起来的，哎。那都有它的轻重的问题哈，这个是要讲说，因为这里都说是汝毒吉罗罪啊，有没有？大迦摄哈在讲，在举发阿难有六种毒吉罗罪，这样看到吗？
图吉罗是第六种，第六种叫做恶作，不是最严重的、哦、那么已经排到第六了、哦、已经到第六了、哦、所以呢大迦舍呢就对黄难讲说，如更有罪啊，佛亦不欲听女人出家，汝殷勤劝请、哦、佛听为道啊，以是故佛之正法五百岁而衰微，是汝突吉罗罪、哦、所以首先啊、嗯，大迦舍呢就怪阿难说，本来佛陀是不度女人出家，结果是阿难去一直殷勤劝请啊、嗯，那才总算佛陀度了他的姨母，对不对？啊、嗯，开始有比丘尼了啊、嗯，但是呢，他认为啊、嗯，佛法因为这样子，佛之正法五百岁而衰亡，等于是会提早五百年消失。哦、那这个是你的图吉罗罪，也就是恶作罪、哦、那阿难呢就回答，他就说，哎呀，我其实是怜悯的瞿昙米啊，佛陀的姨母、哦、因为佛陀、出生七天他的妈妈就过世了，他的姨母是不是就抚养他长大、哦、也如同生母一般呢、哦，这个恩重如山嘛，哈，所以他也，那再加上，因为他姨母非常有心想要出家，所以他怜悯，啊、哦，这个瞿昙米，啊、哦，所以在一方面，又三世诸佛，啊、哦，法皆有四众啊，三世诸佛法了，皆有四部众，什么叫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有没有比丘尼啊？有哎、欸。哦、我释迦文佛云何独无啊，我们的释迦佛是不是也不能说只有三众啊，对不对？是不是应该要有四众、哎、当然用各种方式来劝请佛陀，当然佛陀其实也是应该也不是非不度、就是说不是一定不度的了、哎、但是刚开始佛陀 是不要、不愿意度女众，但是实际上三世诸佛也都是有四众弟子的了、哦、这个是很难拒绝的、哎哦、所以阿难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也不是站在他的立场，因为阿难在僧团里面的那个人缘很好，阿、哎、难长得又 很烟倒，让大家很投缘、啊、烟倒就是源头啊，对不对？大家都跟他很投缘的意思啊，哎，哦、嗯，主要是因为他其实跟在佛陀身边，他很有菩萨的特质，但是菩萨道当时候不是主流，佛陀时代是以声闻解脱为主，菩萨属于菩萨型的人物啊，非主流，所以大家都是觉得都想要急于了脱生死。急于了脱生死，所以像阿难他就很不容易生、啊、就说他纵然有那个菩萨的心怀、啊、那种慈悲的心呢，其实在当时候也不容易被认定的、啊、所以他其实他的想要度女众其实也是他的一个慈悲心、啊、那又偏偏碰到大迦舍、啊、他是厌恶女众，哎，非常厌恶女众的人，所以他很生气这件事情，哎，他非常生气啊。那个大迦舍哈，因为他苦恨第一嘛，头陀恨第一，对不对？他在修行上是非常精严的，哦，是不与哦不跟不跟狗说笑话，就是不苟言笑，他是不苟言笑的人。所以他的人缘也比较差了，哦，看到那个阿难人缘又那么好，哎，他也是有点不平衡，所以要把这件事情也是提出来，哦，说他图吉罗罪，所以图吉罗罪不是非常严重的了哈。第五个都还像诋毁，就是我对不起别人，那我应该要去跟你忏悔，这个还比那个低一点了，哎，好、哦，好，这是。这大迦舍提出来的第一个了哈，
第二个呢，大家是又讲佛遇涅槃的时候呢，啊，已经这个接近了这个距离那伽城，也就是那个居士那罗城了，啊，那个脊椎很痛啊，那么又用四叠的上衣啊，啊，欧多罗僧敷卧啊，等于是用那个七衣啊。七一是上衣，五一是等于是工作的时候，七一比较是日常生活的，到九一呢是更慎重的法会之类的了哈。那意思也就是说，因为佛陀脊椎很痛，所以用四叠把它叠起来，让佛陀能够敷卧，能够躺得舒服一点，那么就跟阿难讲说，玉汝言说我需水啊，啊，因为佛陀口渴，啊，佛陀口渴，而汝不供给，是汝徒及裸醉，哎，啊，佛陀要水，你竟然不给佛陀喝水，这怎么得了？哎，阿难就回答说，哎呀，当时候他要去取水的时候，正好500的车胜啊，经过那个河流啊，截流而渡啊，令水浑浊，以是故不取啊。那水那么浑浊，他怎么取？他觉得取来也没用，佛陀是不是也喝不下？那大迦摄就告诉他说：“正是水浊，就因为水浊，其实佛陀有大神力，能够让这个大海的浊水变清净啊。啊，其实你不用去担心水浊了啊。”如何以不取啊，是汝之罪啊，总说你不给就是你的徒吉罗罪啊，就是徒吉罗罪。哎，那其实佛陀也曾经说，哎呀，不是，其实也不是，也不能怪阿难啊，是因为佛陀他累劫数世前曾经是一只小牛，在水边玩耍，他的那个母牛啊，妈妈正好要去喝水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滚滚滚滚滚，他不停止他的玩耍，让他的母牛啊，母亲喝了浊水，所以他的业报就是他这个时候必须喝浊水。哎，其实当然佛陀可以看到过去的啊无量的过去世所造作的种种啊，啊，那所以有时候一讲讲，哎，我们就会觉得哎很有道理，对不对？就觉得这个哦，难怪会如此哈。那当然佛陀不会怪阿难，不会怪，但是大迦摄，因为大迦摄当然没有佛陀那么样圆满了，所以他就这个时候更是要怪东怪西，哎，因为他这时候正好是他是大弟子，而且他在结集经典律典。乃至到论点了，啊，所以呢大迦摄也趁这个时候讲了，啊，所以大迦摄又讲说，佛陀问汝啊，说若有人四神足好修，可住世一劫啊，啊，若灭一劫，啊，就是说他可以生死自在的，佛四神足好修，欲住受一劫，若灭一劫啊，就说他其实佛陀他是生死自在的人啊，啊，他想活多久就能够活多久，啊，或者他灭了之后，他其实透过化身是不是他还可以再现呢？啊，那么汝默然不答，啊，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佛陀曾经跟阿难讲说，我即将要入涅槃，啊，那佛陀这个。如果佛陀表示说要入涅槃，结果你默然不答，哦，就说你没有请佛注视啊。你如果请佛注视，佛就可以再继续注视了，因为佛陀生死自在嘛，哦，而且问你至三了，哦，再三的问你，你还在那边默然不答，哦，你如果回答佛陀说，哎呀，佛陀四神足好修，应住一劫。哦，就如同去灭，就说他那种生死自在的人，他是不是可以住世很久很久啊？你怎么不请佛住世啊？有如故呢，令佛世尊早入涅槃呢，啊？哦，那是汝徒吉罗罪，哎，这个也是你的过错哦。阿难就回答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是魔王啊，
哦，来掩蔽了我的心，哦，是故无言，我非恶心而不答佛。因为魔王一直很希望佛陀赶紧入灭，因为佛子多，魔子就少嘛。你佛陀灭亡哈，入灭了，佛子少，我魔子是不是就变多啊？所以他不断的催促哈，那好不容易佛陀自己说我要入涅槃了，哦，确实呢，没有请佛住世，所以佛陀为了要怎样？哦，要实践他的诺言，佛陀不会随便说说，所以就入涅槃了。哎，啊，当然了，实际上也不可能，因为佛陀必须与我们共业才能够与我们共住。佛陀80岁，是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就是平均寿数大概80岁左右，佛陀不能活好几百岁、上千岁，那就变成老怪物了，就不是佛陀了。哎，所以这个其实也不能怪阿难了，哦，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哈。